今日系2月28号，咁咧就朝头早啦，会同阿女咧同埋福仔做一啲训练。咁呢度咧有一包嘢食，咁买咗个袋方便袋住喺隔篱啦。有啲牛肉干、牛肉啦，自己整嘅牛肉同埋鸡胸啦，气炸咗佢，收咗啲水啦，等佢唔好有咁多汁啦。咁咧就会袋住啦。然之后有个即系训用嘅工具啦，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呢个叫咁咧就系佢做啱咧就会踢他一下咯，咁咯踢他，咁就即系有嘢食啦，咁佢就可以食嘢啦。咁啊，阵间做个训练先。来，吃，唔系呢度冇。来，吃，吃，来，看，吃，来呢度，来，来，吃，来，吃，来。呢度，来，依家因為我要訓練佢坐上嚟，要盡量接近。如果佢擺一隻手上去，都會有得食嘅。依家就咁坐係冇嘅。女 ，come， 女，sit。摆上去，来，来，摆上去先，来，来，呢度，呢度，个方法帮你咧，来，呢度，好，帮下佢啦，好啦，来，来，来，做啱嘅，吓，来呢度，啊，来呢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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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而家我帮你啊，呢度，走走 ，sit， 来 sit， 来 sit， 来帮你都唔得，来，呢度呢度，你攬一条，来，来 ，sit， 哥上去 ，sit， 上去上去，来，系去。OK， 我摆一只手上去啦吓，要依家去上埋去，来 sit，OK， 咁啊两只手啦吓 ，OK，OK， 来，好，来，来 sit， 好，咁我哋上晒去啦，你四脚啊 ，OK， 来过嚟，来 sit。Sit， woo， job， 好点啊？训练咗佢，来，来 ，heel， 好，来 ，sit， 咦，佢又翻翻过嚟咯，哈哈 ，OK， 好，来 ，heel。来 ，sit， 唔系 sit， 嗰度 sit， 嚟啦 ，here， 来，
息，息，息，唔係呢度息。OK, good。好，下一步啦，係單啦，單。Good job。好，再下一步 ，stay。stay。Good job. Done.Stay, stay. Come, come. Good job, good job. Okay, 冇啦。好啦，咁啊。咁頭先做完嗰個訓練啦，咁咧就配合即時性嘅獎勵啦，咁咧同埋呢一個我唔記得咗呢個叫咩啦，呢個叫我係訓練狗狗嘅，因為咧如果我哋發出口令咧，例如 sit 啊、單啊呢，因為有唔同嘅音頻、唔同嘅語調咧，佢唔係咁清晰嘅，而呢、這個音嗰、一次性就係好一致啦，無論音頻啊嗰啲咁嘅性。咁可以教高低音嘅，呢度可以教嘅，呢度咁樣可以教啦，呢個咁嘅音啦，跟住呢邊咧再教咧，低音啲嘅，咁因為我依家咁樣又再高啲啦嚇，咁啊中間咧，頭先又用中間嘅，咁啊呢度啦，佢又知道一塔咧，佢就會有嘢食，女 come。咁就要俾嘢食佢啦。當你響咗嘅時候，要俾嘢食佢，俾你知道咧，就係當你撳嘅時候咧，就係做啱嘅。咁你要配合翻佢嘅動作啦。當佢一做啱咧，就撳咯。跟住就加口令都得嘅。你可以話 sit 單。咁我依家就加咗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手號啦，手號咧就係 sit 咧，就係指住
嗰個位置，咁係想係 sit 嘅。單咧就係、是、隻手咁樣垂垂低落低，咁咪叫單。stay 咧就係、是、咁樣舉高隻手，啊，褪後望住佢，跟住唔喐，跟住咧就 come 咧就坐。我通常踎低，跟住咁樣叫佢過嚟嘅，因為明顯啲啊，即係我坐低踎低個人，跟住咧就發手。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咩咧？係咯係咯呢啲咯，跟住我又加口號 sit 啊單咯。咁咧狗嚟講咧，呢啲聲音係最容易理解嘅，因為一字啊嘛。跟住然後到手號啦，咁但係有時佢見唔到你噶嘛，係咪先？咁所以要加多口號咯，亦都要。即係例如我依家咁樣，我依家喺度啦，叫阿女，阿女 come come， 啊咁佢嚟啦 ，woo good job， 咁咯，幫阿福仔做一個訓練啦。個訓練要求係一模一樣嘅。Done. Done. Stay.
Come. Good. Stay.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好，今天洗完糖了。总结一下，福仔呢就比阿女学得更加快，在开头的时候，然后呢基本之后呢就差不多了，大家掌握的东西。这个真的很有用，这个很清楚知道他做得对了。而个重点呢，个 motivation 是他是有东西吃的，咁但是呢我呢就今朝都是喂他们吃东西的，咁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吃八成饱啦，即咁呢我就即唔好喂到全饱啦。咁有啲人呢就训练呢就会是空肚训练啦，咁都是空肚训练，他是可能他更加 motivation 高的，但是我就唔想咯，就想吃少嘢，跟住就照做啲训练。但是因为呢呢啲嘢係實在太好食嘅，因為其實真係真嘅，即係雞胸嚟嘅，即係唔係寵物店買嗰啲咯，亦都唔係風光嗰啲，同埋啲牛啦，牛肉又好香噶嘛，即係冇洗牛嘅，因為呢啲係牛啦，同埋一啲雞咯，咁點樣做呢？就將佢烚熟佢，跟住擺雪櫃度抽乾水，然之後即是在做訓練之前呢，再放落去氣炸鍋那裡教一個100度左右，就焗5分鐘，那就變成收水，那就容易放在那裡，否則它太多汁了，很難處理的。那這個清洗都方便的，這個袋就方便我餵食。好，接著我做最後一個實驗啦，就是我家隔離屋呢有一隻狗，幾大啊 Ada 那隻狗，沒名的，我們叫它靚妹啦。 Ada?啊、知唔知隔篱屋只狗叫咩名啊？唔系，几大啊？边个啊？阿靓妹咯。靓妹半年啩。系咯，半年啦，我哋试下先，因为佢冇名嘅，我哋依家就咁样叫佢靓妹啦，因为唔知佢叫咩名，佢冇名啊，实质上。咁咧就我想呢个做训练咧，就系俾佢知道靓妹系叫佢啦。咁咧 sit 啦，佢识啦已经吓。咁可能系叫佢 come 啦，系咪？咁 come 之前咧，可能系 stay 啦。咁所以好簡單啫，即係佢識得嗌佢名字，或者總之嗌佢名佢嚟，咁其實就已經有獎勵㗎啦。咁咧就叫佢 sit 咯嚇，基本上 sit 啦。跟住如果可以的話，就做 stay 啦。然之後就做嗌佢名字，咁佢過嚟，或者係嗌佢名字加個 come 就過嚟啦。咁啊，呢只狗都幾醒目嘅，睇一睇佢反應。啊，靚妹，上嚟呢度，靚妹，靚妹，呢度。靓妹，靓妹，过嚟，系，好，靓妹，呢度，咁咧，头先佢有跨过呢个嘢嘅，都有啲上嚟啦，依家，靓妹，靓妹，呢度，靓妹，过嚟，呢度，靓妹，过嚟 ，OK 啦，好，上嚟呢度啦吓，摆两手啦。上来，好 sit,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来，来 sit, sit. 不是那里，这里，来，哎，死蠢！
呢个，上嚟。咁頭先做完小狗嘅訓練啦，基本上佢都未係好聯繫到呢嚿嘢同埋手號啊口號嘅關係嘅，純粹可能係意會啦，我相信嚇。咁佢應該知已經知道咧要上去嗰張嘢度坐低啦。咁 come 咧，其實佢唔係好意會嘅，佢個名亦都唔係太過警覺嘅。咁
但係佢會知道我叫佢都冇咁樣啊，或者講一啲嘢啊，望住佢啊，咁佢就知道我叫佢啦。咁佢未可能未係好完全知道佢叫靚妹，或者係未更加未完全知道襟嗰個指令啦，或者個手號啦咁咯。咁啊，但係佢係第一次訓練嘅，咁所以其實都 OK 噶啦。同埋佢都係6個月嘅啫，狗糖狗咯。不過呢只糖狗好古怪，好聰明嘅。